亚历山德鲁今年已经35岁，他曾2次获得女子双打世界冠军，在每届锦标赛上他以顽强的意志和稳守配合反攻的打法都取得了良好成绩。罗马尼亚、日本和中国乒乓球运动员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曾在各种国际比赛中相遇，决赛权的